服从组织需要，穿一天军装，当一天好兵。我的梦是立足岗位成才，认真履职尽责，建设过硬连队，带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兵。这是一支浓缩了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老红军部队，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这是革命战争时代全军第一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试点单位，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全军第一支轻型机械化步兵团。它的前身是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叶挺担任第一任团长，也称叶挺独立团。北伐战争中担任先遣部队，一路攻李陵、克平江、攻克武昌城，屡破强敌，战功卓著，赢得铁军称号。长征途中担任开路先锋，解放战争年代从东北打到海南，将战旗插上五指山。战争年代，这支英雄部队历经大小战斗876次，先后走出了3位元帅、180位将军，书写了强渡吴江、飞夺泸定桥、浴血刘老庄等可歌可泣的战争神话。新的时期，先后参加了98抗洪、99国庆阅兵、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汶川抗震救灾、苏丹国际维和、国庆60周年阅兵等大项任务，书写了铁军辉煌，打响了铁军名片。习武强中强，圆梦练兵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圆梦练兵场系列节目《铁军争霸》的比赛现场。我是李延军，欢迎您的收看。刚才通过了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今天来自这支部队的12名队员驾驶着他们的战车来到了圆梦练兵场的赛场，他们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呢？我们是红队，我们的口号是能说打斗自自己加油。我们是黄队，我们的口号是猛打猛冲，敌后无前。我们是蓝队，我们的口号是钢铁勇士，荣誉出击，战争第一。我们是绿队，我们的口号是英雄突击，百战百胜。同志们，我们这场铁军争霸的比拼与我们平时的训练考核有所不同，将全面贯彻单个科目训、串联起来考这么样一种组训的模式，对大家的体力、智力、技能将是个全面的检验，也是对我们大家以专多能训练成果的实践检验。希望大家要发扬铁军精神，用敢打敢拼的勇气、舍我其谁的霸气，面对困难永不言败，全面展现我们叶挺独立团官兵的风采。同志们，有没有时间？ Go, go, go！ 第一关单兵综合演练4进3比赛规则，两队同时出发，队员携带轻机枪和40火箭筒等装备，依次通过生蚝、独木桥、火杖、绳索、高墙等5组障碍。3名队员完成障碍后到达射击区，先使用轻机枪射击，4发子弹，4个目标，拖靶1个，罚时20秒。然后使用40火箭筒进行射击，2发弹，2个地保靶，拖靶1个，罚时20秒。用时短的前3队晋级第二关，成绩最差的1队直接淘汰。首先上场的是1号战车红队和2号战车黄队，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自的队员。我是红队1号队员毛旭苏，来自山东省宁阳县，担任本车车长。在今天的圆梦练兵场的竞技活动中，我会和我的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比出我们的精神，比出我们的水平。我是红队2号队员周宇，来自四川达州，担任本车驾驶员。我是红队3号队员，我叫陆新博，来自江苏省启东市，我担任本车炮手。我是黄队1号队员韦晨，来自广西菏泽，我担任本车车长。在此次比赛过程中，我为猛打猛冲，勇争第一。
我是黄队二号队员，担任本车司令火手。我叫邵明明，来自河南新乡。我是黄队三号队员，担任本车驾驶员朱宇春，来自河南漯河。准备，开始。两队出发之前，经过抽签选定左右线路，两组障碍相隔15米。开始阶段略有不同，红队这边路面有明显的泥水。黄队的生蚝离干干的，而红队这边却是有些积水。很明显，这个环节红队付出的体能要比黄队稍多一点。双方同时来到独木桥，红队顺利通过，黄队一号、二号很顺利，三号朱宇村不好，哎呀，按照规则，这个障碍要重新来过。从起点到射击区的距离是1000米，每组障碍之间都有一段奔跑的距离，但三名队员不能分开，因为有些障碍需要相互协助才能完成。过火障低桩网，动作一定要准确规范，不然就可能被网挂住或引火烧身。我们看到两队三号队员过往姿势不同，红队三号陆新博背着装备，而黄队三号则是抱着装备。两队来到绳索牵引障碍，到目前几乎是齐头并进。红队的二号抢在了前面，他采取的是爬的姿势。一号毛旭初也是采取同样的姿势。再看看黄队，还是一号韦远臣在前。他采取的是仰姿，二号邵明明也是同样的仰姿。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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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那脚，你的脚要蹦，脚要蹦，脚往前点，别喊了，在那个房子里点喊，不要蹦啊，停住停住站住，停住停住，快快停住停住，跑出去出去。看来有些困难，邵明明已经耽误了不少的时间。一号韦远臣想帮他，无奈够不着。再看红队的三号陆新博也遇到了麻烦，已经跑开的队友见状赶紧回来协助。
这边黄队队员也在协助三号朱雨村。加油，快点，再两米。两米，还有两米，两米还有一米，快点！快点，快点！好。快走快！红队稍稍领先于黄队，来到最后一个障碍，近三米的高墙。经过了前面的体能消耗，这个障碍无疑是个考验。只有三人合理分工，通力合作才能过去。黄队也赶了上来。一二走。好了。一二走。枪枪黄下下下走快走两队紧紧咬住，来到射击区。根据规则，队员先进行轻机枪射击，四发子弹，四个氢氧靶目标，然后再进行四零火箭筒射击，两发弹，两个地堡靶目标。红队机枪射手是一号毛旭初，只见他稳定情绪，深呼吸。的确，经过了前面的体能消耗，现在绝不能盲目射击，必须使自己快速静下来。两发两中，再来看黄队担任轻机枪射击的是一号韦远臣，他为了争取时间没有做太多的调整，这无疑也有点冒险。瞄准，命中。韦远臣也是四中三。红队的二号、三号合作进行四零火箭筒的射击，两发两中。黄队二号邵明明、三号朱雨村配合默契，也是两发两中。红队用时9分38秒，拖靶一发。黄队用时10分25秒，拖靶一发。紧接着上场的是三号战车蓝队和四号战车绿队，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自的队员。我是蓝队一号队员曹宝刚，来自江苏东海，担任本车的装甲射手，能够参加圆梦练兵场这个比赛，我非常激动。在此次比赛中，我一定发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奋勇拼搏，勇斗第一。我是蓝队二号队员，我叫刘胜，来自四川成都，担任本车四零火手。我是蓝队三号队员王波，来自河南濮阳，担任本车驾驶员。我是绿队一号队员，我叫焦龙龙，来自江苏省盐城市，担任本车车长。比赛中，我一定竭尽全力和队友齐心协力，比度水平，比度红台。我是绿队二号队员蒋飞，来自四川达州，担任本车四零火箭筒手。我是绿队三号队员，我叫王永晓，来自河北邯郸，担任本车炮手。准备，开始。
队打头阵的是三号王永晓，中间是二号蒋飞，一号焦龙龙断后，蓝队一号车长曹宝刚在前，二号刘胜居中，最后面是三号王波。绿队担任车长的是一号焦龙龙，他是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的获得者，济南军区百名优秀士官，荣立过二等功和三等功，体能非常好。蓝队一号曹宝刚和二号刘胜过火障很顺利，三号王波装备挂网，小心呐！这边绿队三号王永晓也出现了失误。双方也是几乎同时来到绳索横渡，蓝队还是一号车长打头阵，绿队三号也采用爬姿。到了最后一个障碍高墙了，经过了近1000米几组障碍后，这时队员的体能达到极限，只见绿队焦龙龙顺利翻上高墙，他快速向射击区跑去。蓝队相互配合翻过了这最后一个高墙障碍，绿队焦龙龙这时在射击区气喘吁吁回头望着队友，他担任这一环节的机枪手，但是按照规则必须是三名队员全部完成障碍后才可进行射击，由于体能耗尽加上两名队员个子比较矮，怎么也过不去。这时焦龙龙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赶快返回进行协助，但这无疑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在这旗鼓相当分秒必争的赛场上，这个失误将是致命的。蓝队四发全中，这时绿队的焦龙龙也准备射击了，他调整呼吸往后退了一下，瞄准击发，不错，命中，他再次调整姿势。这时蓝队的另外两名队员协同进行40火箭筒的射击，两发两中，蓝队表现非常棒。绿队这边焦龙龙第二发也命中，如果射击全中的话，绿队有可能反超吗？遗憾，焦龙龙最后一个目标脱靶，二号蒋飞和三号王永晓协同40火箭筒的射击两发两中，蓝队用时9分12秒目标全中，绿队用时10分56秒脱靶一发。现在来看第一关各队总成绩，红队脱靶一发罚时20秒，总用时9分58秒，黄队脱靶一发罚时20�秒，总用时10分45秒，蓝队目标全中，总用时9分12秒，绿队脱靶一发罚时20秒，总用时11分16秒，绿队被淘汰。这次比赛中
我们这组没有发挥好团队的力量。到开场之后，我们这组因为太争取个人的时间，所以导致上高墙的时候没有协作好，在这段时间浪费了很长时间，这也是导致我们比赛失败的原因。还有三，进步三。第二关将进行两个科目的比拼，首先是步战车驾驶，主要考验驾驶员他的驾驶技能和他的速记能力。这第二科目呢是武装求渡抢滩登陆，主要考验我们的队员在水上协同作战的能力和在移动中对水上浮动目标精准的射击能力。好了，先来看第二关第一个科目的比赛规则。第二关第一个科目步战车驾驶比赛规则，驾驶员上车前看记八组信号图，然后驾车进行两次倒库，行驶过程中啤酒瓶掉下一处或压碎气球一个罚时十秒，接着过双边桥，停稳后驾驶员下车，将出发前所记信号图的答案写在图板上，最少答出七组，不够七组答错一处罚时二十秒。根据现场抽签，首先上场的是红队一号车。一号，前进起步，冲！他左转。预备，开！红队担任驾驶和速记的是二号周宇，这位来自四川的中士，平时喜欢听音乐、打篮球，荣立过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根据训练大纲规定，步战车一侧与限制线的距离是50厘米，而我们本次比拼只有20厘米，气球还在晃动，难度可想而知。哎呀，碰掉了一个酒瓶，小心呐、啊！又压碎了两个气球，周宇小心啊，不能光图快啊。停稳车，他快速奔向答题处，他边回忆边画图案，速度不够快。到了第三个图，有些迟疑。
好，我们来看看红队二号周宇的答案，错两处。预备，开！紧接着来看看蓝队和黄队的表现。蓝队担任驾驶和速记的是三号王波，这位92年出生的战士，喜欢唱歌打篮球。王波转身后看的时间可是有点长啊。黄队担任驾驶和速记的是三号朱雨村，这位来自河南的上等兵，善于奔跑，爱打篮球，但在第一关过障碍时出现过失误。王波到现在未出现任何失误，没想到平时好动的他在赛场上非常冷静。车停稳，怎么还不出来呢？朱雨村速度可不慢啊，哎呀，忙中出错，压迫了气球，不能太急啊。停稳，下车。王波是先画好图再写字，在板前好像有点犹豫。他看看队友，好像希望队友指示一下，这可是比赛啊，队友是不能有任何提示的。黄队三号朱雨村一开始按照顺序来，接着就开始记住哪个写哪个，看他来回修改了几次，看来不妙啊。好，现在来看看蓝队三号王波的答案，错两处。现在来看看黄队三号朱雨村的答案，错三处。来看这一科目的比赛成绩，红队碎一个酒瓶，两个气球，十图罚一处，总用时6分02秒87；蓝队十图罚一处，总用时5分55秒；黄队碎两个气球，十图罚两处，总用时6分23秒37。作为一支历史悠久的老红军部队，他们不仅遂行陆上任务，而且还要担任各种的水上任务，因此这支部队的官兵呢，个个都是陆上猛虎，水中蛟龙。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关第二个科目的比赛现场，在上一个科目结束之后呢，蓝队领先，红队居中，而黄队呢暂时落后。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个科目的比拼当中，黄队是否能够实现绝地反击，超过红队，甚至超过蓝队？红队会被淘汰吗？现在下起了雨，这无疑呢增加了水上射击的难度，我们队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来看这第二关第二个科目的比赛规则。第二关第二个科目，武装球渡抢滩登陆比赛规则，三人协作操作橡皮船出发至水面射击线，
射击手保持在船头位置，使用步枪对水面五个气球靶进行射击，弹数五发。射击完毕后，三人回起点，拖靶一个目标，罚时20秒。根据抽签，首先出场的是黄队。停！开了！开始！一号韦远臣在船头担任射手，二号邵明明和三号朱雨村在两边划船，从起点到射击位置是300米。黄队一下水就明显不顺，两边划船队员配合出现问题，因为这里是公开水域，除了风还有水流的干扰，黄队有些不适应，不停地在调整船的方向。由于前面耽误了不少时间，当他们一到达射击位置，两名队员就立即跳下船，在水中扶住船，尽量保持船的稳定。船在晃，浮动气球靶也在晃动，五发子弹，五个目标，这样的射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射击目标顺序可以自由选择。好，第一枪中了左边第二个目标，第二枪，漂亮，最后一个目标全中，简直太棒了，赶快返回岸边。再来看看红队和蓝队的表现。预备开始。红队一出发太着急，推舟的方向偏了许多，两名划船队员位置太靠前，船头太重，一阵风把他们吹向水流区，等他们发现这个问题时已经偏离航线很多。看蓝队的方向感、速度以及力道的把握明显比红队好很多，而且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风向和水流的作用，始终向着射击区快速行进。这时红队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船的方向和位置调整好，但时间上已经比蓝队慢了很多。蓝队两名划船队员快速跳入水中稳住船，三号王波担任射手，他首先瞄准右边第一个目标，好，首发命中，他射击节奏把握得相当好，又连续命中第二个、第三个目标，还有两发子弹。面对黄球和蓝球两个目标，黄球晃得厉害，他果断选择先打最左边的蓝球，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命中蓝球。只要命中目标不少于四个，蓝队就基本可以保证晋级。看蓝队最后一个目标，漂亮，目标全中。比赛还在继续，他们快速返回。蓝队射击进行的时候，红队担任射手的是一号毛旭初，这位来自山东的上士担任红队车长，前两个目标非常顺利，开始打第三个目标，哎呀，拖靶，还有两发子弹，面对三个目标，他选择跳过这个目标，瞄准，好，命中，好，最左边这个目标也命中。可惜红队拖靶一发，按规定罚时20秒。来看第二关，两个科目相加，三队的成绩。红队用时12分59秒97，蓝队用时12分，黄队用时12分56秒20，红队被淘汰。我们红队没有想到在第二关就惨遭淘汰了，主要是我和我的队员三号在操作过程中没有很好的配合好，同时啊，我们红队会以这次比武竞赛为契机，回到连队后一定会发愤图强，刻苦训练，在以后的训练考核当中一定会坚持到最后。加油，分全部都We'll be right back.
观众朋友们，经过了前两关十几个环节的激烈比拼之后，本期圆梦练兵场铁军争霸的终极之战就要打响了。现在在我左边的是驾驶三号战车的蓝队。我们的口号是钢铁有志，荣誉尊严至正气。在我右边的是驾驶二号战车的黄队。我们的口号是谋杀不正，天下无人认。好，非常有气势，两队队员对比赛都充满了信心。回顾前面的比赛，蓝队一直发挥稳定，都是以最好的成绩晋级到下一关，而黄队呢表现的却并不抢眼，只是在上一个科目的比拼当中以微弱的优势绝杀红队，来到了决战的舞台。这终极之战的比拼将从准备炮弹开始计时。蓝队、黄队，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密切关注，到底是蓝队能够一路高奏凯歌笑到最后呢，还是黄队越战越勇，最终获得冠军。先来看终极比赛的规则。第三关协同驾驶射击比赛规则，两队同时开始压弹装弹出发，只有一条路，最先行至射击地线的队优先选择射击位置，使用二五炮对两个固定靶和一个移动靶进行射击，共三发弹，每脱靶一个目标罚时20秒，最终命中率高用时短的队获胜。决战一开始，我们看到两队采取了不同的安排，蓝队一号和二号负责压弹，三号去开车门、开天窗、发动车辆，而黄队则是三个人同时压弹，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只要弹压的规范、速度快就行。蓝队准备完毕，率先上车装弹，这给了黄队极大的压力。要知道，通往射击靶位的路只有一条，谁先将车开出，谁就会占得先机。但是压弹可是个仔细活，差一点都不行。如果压不到位，你就是抢到了好的射击位置，弹也打不出去。好，蓝队的三号车抢先冲出，黄队慢了差不多有6秒钟。从起点到射击地线的距离是2000米，路很窄，要想超越很难。我们看到黄队的二号车几次接近蓝队的三号车，想超越都没成功。蓝队在前面把路死死封住，不给黄队任何机会，并且蓝队战车卷起的尘土也影响了黄队的视线。蓝队驾驶三号车抢占有利射击位置，黄队二号车只能停在草地上。蓝队由队长曹宝刚担任射手，中了。现在他屏住呼吸，调整炮位，瞄准，中了。再看看黄队担任射手的是邵明明，这位来自河南的下士，身材高大，体能好，善于投掷。尽管现在黄队处于落后位置，但他忙而不乱，快速调整炮位射击，中了。就在他要打第二个目标的时候，这边蓝队已经瞄准了移动靶，这发弹至关重要，如果脱靶，黄队还有可能反败为胜。曹宝刚瞄准。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经过了激烈的比拼之后，我们本期圆梦练兵场铁军争霸的冠军终于产生了。现在请铁军师参谋长刘玉宣布获胜队名单，掌声欢迎。现在我宣布本期圆梦练兵场铁军争霸的冠军是蓝队，队员是一号炮手曹宝刚，二号步枪手刘胜，三号驾驶员王波。宣读完毕。战友们，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蓝队队员
上场。请为获胜的队员戴上荣誉之花。掌声欢迎我们圆梦练兵场的旗帜入场。请获胜的队员在这面旗帜上签上他们光荣的名字。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这面旗帜上又增添了我们三位战友的名字，它见证了咱们这支部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向蓝队队员表示祝贺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红队、绿队、黄队队员的积极的参与和非常好的表现，因为你们的参加使我们的比赛更加的精彩。今后这面旗帜还将跟随着我们摄制组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记录下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拼和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圆梦练兵场铁军争霸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